节要到了，我今天要教大家包粽子。我会做一共三种口味的粽子。第一种口味是鲜肉粽，第二种口味是红豆沙粽，第三种口味是我自创的培根芝士焗蘑菇的粽子。需要提前晚上一天那个浸泡的，这样做完口感会更好，更加软糯。要提前一天晚上放到冰箱冷藏里腌制，这样的话会更加入味。粽叶呢，它是有一个抗衰老的功效，因为它里面含有氨基酸和一些黄酮类东西。男性每日所摄入的卡路里约为2400千卡，女性约为2100千卡。我们的红豆粽呢，一个是那个800千卡，肉粽呢是780千卡，然后呢培根芝士呢就是640千卡。所以说我们大概每天最多吃3个粽子。